我们这是怎么接？来，一二三走，再来，一二三走，。OK， 好，手抓到里面的握把，好放，漂亮，哎呀，人多力量大呀，还是，把这些放进去吧。对 ，OK， 现在去哪里？应该要抬到那儿吧。没事，姐，没事，姐，我挡着他了，小心，小心，小心，如果说掰不牢的话，自己说一下啊。 一二一，哦哦哦哦哦！你们那边行不行？不行，落。啊呀，这，好，停一下啊，停一下，小心，小心，小心，兄弟们，小心，摁住，摁住，摁住！哎呦呦呦呦，抬一下吧。小心啊！这质量这么好的吗？哇，成功入水！哦。 入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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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你们一共？我们十二位一共。啊，不，十位，我们加油的。我们加油。哦，排成两列纵队，左右一边五位，然后我们前后一臂距离，分开一点。一臂距离。我先展示一下啊，我们在右手边的同学，桨先握到底。握到底。对，桨握到底，然后上移一拳的位置。 一拳，对，然后这边上方正虎口握住这个圆圈，这样握桨，对，这样正握啊，明白。我们左手边的也是一样，我们龙舟动作一共分为三步走啊。好，我们第一个动作也是准备姿势动作啊，首先手臂跟肩膀尽可能向前伸，两只手都打直，对啊。然后我们第一个动作，右手先发力，拉桨，拉桨向后，拉桨向后，这是二。 啊，然后我们三，第三步的时候，桨出水，重新又回到一的位置，把它连贯起来，向前，来，左手边一起准备，也是一样，一，划停，对，划停，是不是这胳膊其实是不咋动的？上方手就是一个桨伸开固定的作用，主要是靠下方手发力，这个对，对，然后这个它其实就一直是这样动的，对，它是固定手上方式，对。 好，我们准备下水，先右边，刚才右桨的人先上，坐在右边的右腿向前伸，顶住这里，左腿向后，对，能坐到最边上，左边的一样，左腿往前伸，右腿在后，然后贴牢最左边，这条腿跟它一样，微曲向后，对，这条腿哦，顶着后面有那个顶住的，踩着，对，然后我说一点，在床上任何时候就重心不要往中间移，一定是贴住床两边。 不要有站起来或者重心松动啊，就正常坐在这里坐住就可以。好好好，坐住。哎呦！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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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别叫啊，淡定。不，千万不要晃。来，准备的姿势，来，手向前伸，两只手打直，对，肩膀承肩，这样往前趴，桨插到水里，桨叶入水，很好。 更好，前面这一个的桨看它的插水深度啊，我每敲一下，你们就每划一桨。好，好，来准备，划一桨，走，走，走，哎，你怎么把水都划到我那儿了？桨不用扬得很高，正常回桨就可以了啊。好，来准备，对。 对，大家一定要配合整齐啊！我感觉我们可以出逃了。可以，逃出好多门。拜拜，朋友们，再见了。哦，有感觉了，跟齐，跟整齐，跟整齐啊！不着急划艇鼓声，兄弟们。对，认真点，认真点，你们可是国际比赛要比的啊！认真点，认真点。好好，我们暂停一下，说几个问题啊。 大家就这边，包括这边后面，谁啊？就是你，谁？桨叶不要抬得太高，有感觉了，不要抬得太高。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大家就是
高度跟往前伸展的幅度大家尽量统一，这样滑鞋就会特别漂亮，明白，动作就会非常整齐划一啊。好，好，来准备，对，很好，好，我们加快一点节奏啊。跟整齐，跟整齐，又乱了啊！卓远，你弄我衣服里面了。卓远，你全搂到我衣服里面了。哎，好，停。好，这边第二位出现问题了，卡了一下，滑了一下。我跟你先讲一下你的问题，你是不是经常手会跟他的手打到一起，对不对？手回桨的时候是向上伸，你不要往侧面。往侧面你就滑到别人的范围，因为他也是往这边。好，跟桨一定要跟齐啊，因为有一个人乱，你乱了就会导致后面的全部都乱了，就相当于这一边只有他的力气，领桨手的力气是发在上面的，后面的力气又全部抵消掉了，然后他们这边是正常在滑，所以船马上就会倾斜。所以我们第一棒很重要，他们都会跟着我们的。对，第一棒就是领桨手跟着我们就好了。然后再次检查一下自己坐的位置，靠两边有没有贴两边。对，等一下我们节奏就是变快了，变成快节奏滑桨。好，冲锋，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来吧，来，车头冲，来，准备，同学们跟好我们，节奏一定要一样啊！哎哎哎哎哎哎！你们喊喊不动了吧，留点力气好不好？我发现了，划龙舟是一个你无法偷懒的运动。是的，有一个人偷懒这个就完蛋了，常数马上就会慢下来，因为到最后大家体能都一样的，对，每个人不可能说体力会特别好，爆发到最后就是最后几十米或者说最后一百米就靠大家一起咬牙坚持，包括就是一个毅力，心里面有个念想，大家一起努力，一起使劲，然后才把船支撑过去。所以其实最好不要说话，留着点力气吧。然后你可以发现，一般的比赛就到最后只有鼓手在叫，划桨手到最后一般都是不叫的，因为没有力气才要保存体力。好，我们掉头，我们掉头就好了啊。上岸了啊。谢谢教练，谢谢教练，我已经迫不及待吃火锅了，对吗？饿了，太饿了，低血糖了。这个时候的火锅是最香的，